中国选手袁小超。这是中国的袁小超，来自山西，今年20岁，他在去年第9届世界武术锦标赛获得了男子长拳的冠军，所以说他是目前在世界上是男子长拳练得最好的一名运动员。看看世界冠军的风采，他的整套动作，开场来个满堂彩，旋子360，旋风脚，哇，7板接叉，这是细级难度动作。这是一个重接重的连接，这个平衡这个地方稍微要慌一点，可以再静一静。从他整套动作来看，他的难度动作是最高的。另外，他在这个快慢结合当中，你看快，我们说快速闪电，动作非常非常快。看，这就是720接叉。他的最后得分是9.83分。冠军非他莫属啊！十号运动员，新西兰选手尼古拉斯·格林伍德。Athlete number 10, Nicholas Greenwood,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。你看他的动作质量。